接下来，方程老师来介绍是第十九题。他说，在养分充足的情况下，细菌的数量呢会以指数函数的方式来成长。那假设细菌 A 的数量是每两个小时可以成长两倍，那细菌 B 的数量呢每五个小时可以成长五倍。那如果养分充足的时候呢，一开始两种细菌的数量相等，那大约几个小时之后呢，A 细菌的数量除以 B 细菌的数量会接近20。好，这个题目是仿效95学测的题目，我们看一下这个题目应该怎么来解呢？那我们可以一开始来假设两个细菌数目是一样的。那假如说原来的细菌都是 M， 然后在 T 小时以后呢，因为它每两个小时就会成长两倍，所以你可以知道说它新的数量 M plus 应该是等于这个F T 哈，好，就会等于这个 M 乘上两倍括号的这个二分之 T 次方。好，来看一下这个，好，假如说对 M， 那一个小时好了，比如 T 小时，一个小时之后呢 A 的数量应该是 M 乘上二的二分之 x 次方这么多，那 B 呢会变成五分之 x， 好，那这里也是五，好，五个小时可以成长五倍，好，就是 m 乘上五的五分之 x， 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部分，你比如说两个小时以后刚好是成长二的二次方，就是一次就两倍，那如果是四个小时的话呢，那它就是二分之四，就是两个二，好，所以就会，你如果四个小时刚好是两个小时，就会两倍再两倍，就是二的二次方，好，那同样这个 B 细菌也是一样，如果五个小时刚好五分之五是五的一倍，好，刚好是五倍，那如果是十个小时的话，五分之十刚好是二，那就是五的平方倍，那你想十个小时经过五个小时五倍，再五个小时又五倍，刚好是五的两次方，没错，好，所以这个是对的。那如果希望 A 除以 B 是接近20，就是这个是 A 的数量除以 B 的数量是要接近20，好，那这样就求 X， 那 M 我们可以直接约掉，然后两边取 log， 那取 log 以后它就会变成这个样子，这边也取 log， 那对数相除就是相减，所以这个减掉这个，那这个二分之 X 其实可以提到前面去，那五分之 x 可以提到前面去，然后呢，你再 log 20就是20乘以10嘛，啊不是2乘以10或者10乘以2，好，就是 log 10加 log 2，好 ，log 10是 1，log 2是 0.3010，所以这个大约是 1.3010， 好，大约啦，就是大约，好，那所以呢，这个时候呢 x 乘上把 x 提出来，二分之 log 2减掉五分之 log 5就会等于 1.3010， 好，那log 2就可以用 0.3010 代 ,log 5可以二分之十，就是 log 10减 log 2就1减 log 2, 1减 0.3010 就是 0.6990, 好，对 ,0.6990, 好，所以把这两个算出来之后呢，再把它除过去，好，所以 x 就大约等于，就除过来了 ,0.0107 分之 1.301, 好，大约是 121.6,那 121.6 比较接近的是122，所以我们答案呢是选 B。